分享一个价值百万又可以让你受益终身的方法。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前对自己用这个方法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快乐。当然，在与自己对话的时候，请带着你深深的觉知和满满的诚意。说到哪个部位的时候，请将你的意念一定与相应的部位进行感受和链接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亲爱的心脏啊，我感受到你了，感谢你几十年来分秒不停的工作，默默地支持着我。你是那么的强壮有力，那么健康活泼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爱你。我亲爱的肺呀、肝脏啊，我感受到你们了，这么多年你们都在为我任劳任怨辛苦地工作着，替我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替我吸取营养，排除垃圾。你们很健康，很有活力，我爱你们。我的脾胃啊，肝脏啊，我感受到你们了，你们为了我的生存日日夜夜的工作着，而我总是在伤害着你们，没有关爱过你们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可爱的身体啊，我的每一个细胞，我深爱着你，感谢你们的存在，感谢你们的陪伴。原谅我忽略了你们太久太久了，你们是那么充满活力，那么健康，那么的年轻，我爱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，愿我们永远在一起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好，听到这里的伙伴，万一你记不住，可以一边听这个视频，一边在心中默念也是可以的。记得每天早上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说这些话，坚持一个月，神奇的事情将会发生。